想象，越来越多的生命启发，更积极的参与行动。当全球行动累积成全球成就时，这将会是非凡的成就，史无前例的成就，甚至改变世界的成就。没错，这是我们的成就。破伤风是痛苦的致命疾病，甚至剥夺母亲的温柔抚慰。透过 Eliminate 专案，我们携手保护世上最亲密的连结。这项工作需要想象力、坚定的意志以及具体的行动。拯救生命，保护母子联系，这正是贵会与您努力的目标。在 Eliminate 专案中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携手一同，我们可以保护数百万母子；携手一同，我们可以让这种致命疾病消失。时刻到了，是我们团结一心改变世界的时刻。我们是同济家族，让我们改变这个世界。